此时此刻，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。今年，天上多了颗南人东星。坐着休息，不能一躺啊，气味。全军英模卦象里，多了林俊德和张超两位同志。我们要记住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同志。骨子插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骨头。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、壮烈牺牲的黄群、宋月才、江开斌同志，许多人和事感动着我们。一辈子深藏功名、初心不改的张福清，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脱贫事业的黄文秀，为救火而捐躯的四川木里31名勇士，用自己身体保护战友的杜富国。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。我们的三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，以11连胜夺取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，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、每一位工程师、每一位大国工匠、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。我们的脚下就是最前线，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。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，让我们向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们致敬。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，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，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，从古稀老人到90后、00后、青年一代，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，用挚爱护苍生，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，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。加油！加油！这里是里头，有我们，里头会越变越好。生命不息，至杀不止。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同志们，280多万驻村干部、第一书记，工作很投入，很给力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请加油！要关爱退役军人，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。若有难，早必还。这个时候，快递小哥、环卫工人、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，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、守护者。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。